今天有帅哥帮我做拿铁，这是旗舰店，所以他的咖啡是现磨的，很帅哦，又年轻，现场制作拿铁。还有正常的 SOP 流程，真的很帅，这个帅哥，人家都说你很帅，没有啦，你应该当经理了吧？我是餐厅的接待员。哦，餐厅接待员好棒，又很帅，这种亲和力让人家喝咖啡很开心。我太害羞了，太害羞，好了，超赞的，可以看帅哥又可以喝咖啡。嗨，大家晚安。今天帅哥帮我煮咖啡，很帅，很养眼，小鲜肉。没有啦，也很客气，谢谢。等一下哦，来喝咖啡吗？在麦当劳喝咖啡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哦。先打奶泡，我太幸运了。很帅。你看今天很多人呢，很多人来喝咖啡，这是咖啡价格，还有松饼，帅哥很细心，认真的男人最帅，小鲜肉，晚安，王董晚安，辉哥晚安，高大哥晚安，来喝咖啡，在麦当劳喝咖啡很特别哈，而且我喝的是拿铁，大杯的90块，现场制作哦，因为这只有旗舰店才有，它咖啡是现磨的，你看，咖啡豆现磨的。还有很多饮料，还有蛋糕哦，很棒哦，超幸福的，好，那这两杯很烫，要小心哦。谢谢帅哥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害羞，拜拜。害羞，害羞，好，拜拜，谢谢。好啊，去喝咖啡了，王佩丽，太幸福了，跟着我们去喝咖啡吧。知道我跟哪个神秘嘉宾喝咖啡吗？嘿嘿嘿，我们来喝咖啡了。在麦当劳喝咖啡是很特别的哦。你不要看麦当劳现在人山人海哦，看一下，人山人海，而且都客满。你看，很多人，找一个位置吧，坐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喝咖啡吧。好，喝咖啡喽，拜拜。